上面那个。咱工会能推出到咱彰化县艺术学会的会员的一个联展，尤其这次的作品非常的多，也当讲哦，咱彰化艺术家学会哈、所有哈、这个会员哈的一个展出的一些作品，那这次的作品非常多元，包括哈、书法、油画、水墨画、摄影等等很多的作品都呈现在我们工会堂里面，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咱乐冈这里，来当来坐老街，啊来到咱工会堂来做一个哈、欣赏。那昨天刚好，县长哈、在。